好，我看一下这题。他说有九个相同球，把相同圈起来，分给甲、乙、丙三个人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很多同学看到这一题，老师球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有没有先给后给顺序的差别？没有，组合球分给人，有些人可以拿好几个，所以这题基本上重复组合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乍看之下是这样子，但是你题目继续往下看，不错。九个相同球分给三个人，没错，对吧？哈，但是题目后面讲一句话，他说其中一人至少一个，一人至少两个，一人至少三个，问你方法其中。这题难在难在这边，难在哪边？其中一人至少一个，老师问你那一个人是哪一个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另外有一个人至少两个，那个人是哪个人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还有一个人至少三个，那个人是哪一个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所以说这题卡在这边，所以说这题变得非常不好算。老师怎么说这还不简单？你看一下这题，总而言之嘛，就九个相同球分给三个人嘛，所以说这三个人呢就相加起来几个，要九个嘛。那他说有一个人至少一个，另外一个至少两个，另外至少三个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轮流嘛，我就去想嘛。第一种状况什么状况？直接怎样？甲至少一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先甲至少一个，乙至少两个，丙至少三个嘛。那我再讨论嘛，等一下我再讨论嘛，再继续讨论嘛，是吧？是换了嘛？换甲至少一个，乙至少一个，甲至少两个，丙至少三个嘛。我一直讨论下去不就好了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行不行？错。为什么错？因为去想象看齁。好，如果说你这样讨论好了，你去算一下，老师问你有没有九个人，他至少一个，他至少两个，他至少三个人，拿走一个，拿走两个，拿走三个时候，告诉我剩下几个？剩下三个。剩下三个的时候，我先给甲一个，乙不给，丙拿两个。这时候总结起来，老师可以知道甲总共拿两个，乙总共拿两个，丙总共拿五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如果这种状况不错，一样是九个，甲至少两个，乙至少一个，丙至少三个，所以是拿走两个，先拿走一个，先拿走三个，之后剩几个？剩三个的时候，我甲不给，乙给一个，丙拿剩下两个。这时候总结起来，总而言之，甲拿两个，乙也是拿两个，丙也是拿五个。告诉我这两种状况有没有重复？有没有重复？有吧？所以说你这样子拆开算，算到最后结局竟然会一样。所以说这种方法行不行？不行。这样了解是意思啊？所以说你不能这样想。这样了解是意思啊？行不行？因为大家先拿后拿不一样，但是总数来讲都是他两个，他拿两个，他拿五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好，那这里怎么算？所以说这里非常不好算，你要用什么？用讨论的。怎么说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九个相同什么？九个相同球，球有没有一样？有，球一样。所以球一样，你在乎你拿哪一颗球吗？不在乎。我在乎是什么？你到底拿几颗？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我先去假设，我把这九颗相同球先分三堆，我不要去想说谁谁谁，我先分成三堆，好不好？其中有一堆至少一个，一堆至少两个，一堆至少三个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九颗相同球，这堆至少三一个，这堆至少两个，这堆至少三个。好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我还所以说这边摆一颗，这边摆两颗，这边摆三颗，总共用掉几颗了？六颗了。所以说老师问你，我剩下几颗球可以自由选择？三颗。所以说这三颗球可能这边再加给他三颗，这两边不加，或这边零颗，这边加三颗，这零颗，这零颗，这零颗，这三颗，这样行不行？对吧？我剩下三颗球可以自由摆嘛，或者是这两颗，这一颗，这零颗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剩下三颗球我可以自由摆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那我可能三颗一起摆，摆这摆这摆这，
或三颗球拆成两颗一颗，两颗一颗不摆，或两颗零颗一颗，或一颗两颗零颗，或一颗零颗两颗，或零颗一颗两颗，或零颗两颗一颗，这样行不行？对吧？或者是这三颗球怎样摆成一一一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哈。所以说只能三颗球一起摆嘛，或三颗球拆成二一嘛，拆成二一可以二一零二零一全部排下去嘛，对吧？或是三颗球一个一个一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时候你再看一下，你把这些加总起来，把这边一个一个加总起来。老师问你，这边加上三颗之后，总共是几？四、二、三，把这九颗球分成四、二、三嘛。那这边加上三颗球变一、五、三，这边加上三颗球变一、二、六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两颗、这一颗加上去变几？三、三、三。这两颗、这零颗、这一颗加上去剩几？三、二、四。这一颗、这两颗、这零颗加上去是几？二、四、三。这一颗、这零颗、这两颗加上去是几？一、二，抱歉，二、二、五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加上去是几？一、三、五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这加上去是几？一、四、四，这加上去是几？二、三、四，行不行？好，这时候你再把归类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四、二、三，还是三、二、四，还是二、三、四，还是二、三、四，有没有？他们都是属于二、三、四，有看啦？各位可以哈，再来，不管是几一五三，还是一三五，他们都是属于一三五，行不行？再来，还有几？还有一二六，有没有？好，一二六 ，OK。还有嘞，三三三。对吧？还有三三三，另外还有二二五，和及一四四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你去观察一下，这九颗球有没有？有满足，有一堆至少一颗，另外一堆至少两颗，另外一堆至少三颗，有没有满足这些条件了？有。好，老师问你，因为球都一样，这两颗球是哪两颗？你在乎吗？不在乎。换句话说，把二、三、四去分给甲、乙、丙三个人，这样行不行？把这两颗、三颗、四颗分给这三个人几阶？三阶，有六种。把这一、三、五分给这三个人，三阶，有六种。把一、二、六再去分给三个人，三阶，有六种。把这三三三分给三个人一走，对吧？把二二五分给这三个人，因为你听好，球都一样，所以二二五可以二二五二五二五二二，也就是分成三阶除以二阶三种。一四四一样分给三个人，三阶除以二阶有几种？三种。所以说你把全部加总起来多少？二十五种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这题麻烦你把它看一下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 ，OK。